边跟生氛围的问题，我们还是建议他先确定，等他鉴定的结果出来，假设真的有占到的话，那这个占用的部分我们会上请社区，未来把它计算再回馈给市府管理的土地，因为我们本来按照原来都市计划在这个周边就会有1到1.5左右的一个空间，那把它算这个以后，我们再把它回租给这个屋主，大概用这个方式应该是可以解决。那个弄一下哈，后面那个设计的部分，请建筑师放心吧，因为本老师大原则都确立了那么多年哈，然后有一些细部设计的修改，到时候书图上都可以再做调整。好，那这个提案有没有老师针对这个案子怎么样其他的修正补充的？谢谢，今天到这边，谢谢。